全国大湾区最后一片的别墅地201栋，今天为大家展示一下。咁我哋而家身在边就系呢个华发苑址啦。佢采取系一个咧新中式嘅庭园风格。吓，啲钱俾人冻结晒，赶住买楼噶，点算好啊？大湾区买楼最怕汇款嗰阵，资金被冻结，搞到血本无归。V 家拥有合法汇款牌照，有咩问题，100%由 V 家赔俾你。全港18间分店，超过100位香港经纪，为大湾区置业嘅香港投资者提供安全可靠嘅买卖楼宇服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aura， 嚟到我哋 Coming Home 嘅系列。咁我哋今日会介绍啲咩呢？有冇听过四水龟塘呢？全国大湾区最后一片嘅别墅地201栋，今日为大家展示一下，有连排啦、小独栋啦，同埋大独栋嘅。咁我哋而家身处边度呢？我哋而家身处喺珠海嘅西区。有冇见过一个别墅嘅环境，能够真系有一个四水龟塘，名副其实，有四个建筑物一齐一个聚宝盆，流金洒银，一齐睇睇。我哋而家位置喺边度呢？就系呢个珠海西尖峰南啦。咦，尖峰南喺边度呢？就系其实邻近呢一个就嚟落成嘅万达广场附近嘅。咁我哋如果去港珠澳大桥过嚟咧，系只不过系行高速40分钟。咁你话啦，啊，我如果我想要生活，咁点咧？我哋可以咧喺前边800米，亦都会有一个嘅菜肉市场。亦都唔担心喺10分钟里边咧，亦都可以去到呢个三甲嘅遵义五苑。嚟紧咧，2024年底咧，好快脆三个季度后咧，就会有一个万达广场嘅落成，亦都系10分钟嘅。咁我哋而家身处边就系呢个华发苑址啦。佢全个大湾区嚟讲咧，亦都系最后一块嘅别墅地。咁咧，总共系201栋，有连排。有小獨棟同埋有大獨棟，佢採取係一個咧新中式嘅庭園風格。咁大家咪好心急咧，想睇一睇究竟佢裏邊有幾靚，有幾詩情畫意，讓我哋嘅鏡頭帶大家睇睇。顧名思義，呢個係叫做華發苑址，當然一定是一個非常高端啦。你看看呢度個環境幾靚，同埋咧有一個我最喜歡的地方就是個採光位是非常充足。嗱，唔好睇小呢啲好似普通的按摩房，其實咧將來如果你成為呢度嘅業主咧，就會有一個中醫料理嘅，呢全部都是一個中醫料理的房間嚟噶。仲有大家見到面前畫面呢一度咧，呢啲全部都係一啲物理治療嘅機，同埋呢度咧亦都可以咧做一啲咧好小型嘅運動或者瑜伽班。哇，講到要練大隻咧，就嚟到我哋呢個健身中心啦。你見到佢咧個設計咧，係嗰個燈光係非常之柔和，令到大家會可以喺呢度好放鬆啦。哇，你睇，我真係至喜愛就係呢一個嘅室內含温泳池啊！如果我將來住喺呢一度，你話幾健康呢？日日都可以游水喎。哇！你看呢度幾靚，係的而且確，呢度係一個新中式嘅庭園別墅風格。你看我身後邊就係呢一個嘅蘇州水景嘅瀑布流水聚寶盤，唔單止啊，仲有佢啲水係直接流到呢個地下室，成為一個採光位，非常之靚。顧名思義，其實呢一度華發苑址咧，佢係取名於係乜嘢咧？就係、是、唐代詩人王維嘅《清溪詩》裏邊，所以呢度佢取名就係一個叫做一街十巷嘅，其中有六個主題。不如我哋睇睇有邊六個主題啊？我哋嚟緊呢個户型咧係1400多尺雙拼嘅，但係咧佢淨係花園都有成1300尺喎。不如大家嚟睇睇。
我哋而家眼前见到呢个户型咧，系1400多尺嘅双拼喎。咁但系咧，原来佢可以用到个空间有6000多尺，的而且确真系超豪华。同埋咧，你见到佢地下室有2层嘅，呢度系包埋一个隔层板啦。咁所以咧，就系话豪中之豪啦。我最欣賞呢個户型咧，就係無論佢個采光面咧，佢四方八面嘅建築物咧，呢四埲牆都會有一個好靚嘅采光面，而且佢地下室咧係全部係用曬一個係空中花園形式嘅，無論前花園、後花園、地下室嘅空中花園，甚至乎係陽台或者天台咧，都非常之空間大。
如果大家都喜歡今集的內容，記住華僑一家 Coming Home 訂閱、點讚和多分享，下集見，拜拜。